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再录一期牛骨髓。哎呀，我看评论里老多人说我这牛骨髓是假的，又说鸡蛋糕灌的，怎么怎么样的。咱就说这骨髓这么大，它怎么能是鸡蛋糕灌的呢？这，哎呀，真的我不想解释了。你就看看这个油，好骨髓它都是黄的，你知道吧？你看看它里边的都是油啊，看没看见？看没看见？给你们看一眼，鸡蛋糕能灌成这样？这个东西也不贵，你们买回家试试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。它是牛的，所以说特别大。这个东西它怎么能灌呢？好香，真的！哎呀，有些人会不会觉得我这个肉都是贴上去的呀？我的天哪，老大了，看没看见？对于爱吃的人来说真的特别香，很香这个东西。哎呀妈，哎呀妈，看这个多大。还满嘴流油的。简直了。
你们说大的是牛的还是小的是牛的？